一个烤胃羊啊，行，来，我们来逮一个草，看看它吃不吃啊？老山羊，你看看它吃不吃啊？它咋不吃你的东西啊？看吃不吃啊？它生气了，有一只羊生气了，让爸爸来喂吧。那个哑巴好吗？吃了没有？哇，它吃的好香呀！来，给那个朵朵喂喂。来，给朵朵喂喂。你看它都过来了，是不是宝贝？它饿了。好玩吗？好不好玩？我们再给鸵鸟喂喂去，好不好？走。再来喂鸵鸟吧。鸵鸟，你看。哇，都看看看看鸵鸟。给鸵鸟，鸵鸟是不是也吃草呀？给它扔下去。哇，鸵鸟吃的好开心呀！你看它哪有松鼠啊？在哪了？妈呀，怎么在上面了？它咋进去的？你看这个小松鼠，这里有个口，好小呀！你看跟小老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跟小老鼠一样！你看它爬的，好吓人呀！害不害怕？不害怕。你胆子太大了，我都害怕。